从明天起，我们俩轮班来看雨佳吧。我要上班，所以二四六来，你一三五来，这样雨佳天天都有人陪，我们俩还不用撞见。那不成，不得负责行程安排，每天和雨佳同步进度。行，那你6点前来，我6点后来，因为要上班。那也不成，我无法确定生产什么时候有时间，视频什么时候传过来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。 我会一直在这儿，你关心雨佳，我也一样。钱三一，你之前指责我利用雨佳，那你呢？你现在不也是在利用他吗？我是想见你，这件事情我也想处理好。随你吧，雨佳开心就行。 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给你叫个车吧。我自己会叫，我约了人，先走了。